兩個六可以做到啲乜？莫講話買雪糕啊，買粒糖都未必得啦。但偏偏兩個六就我哋坐一轉電車遊下車河。而最近南風沙廠就出咗個以電車為主題嘅密室逃脫遊戲，我哋要一齊去睇下。好，玩就玩完啦，而家等我抛下书包先。话你知啊，香港电车已经115岁噶啦，而且更加被列为世界上最大型嘅载客电车车队添啊！你都想测试自己对电车认识有几深啊？一齐嚟挑战下咪知咯。哦，我 miss 个 tram 啊，我走啦，拜拜。